你有事干啥？谢谢干啥干啥，你莫给你爬山，爬山喷水，可能喷钱，那喷水，谢谢。谢谢，我的姨妈跟你请吃当时就你嘛，足感慨钱吼。为了邀请呢，咱的姑娘呢，带来专业的歌声之外，哇，咱的钢管辣妹嘛安排了非常的座位吼。所以讲呢，你生差回啊，插花的。等下呢，有安排呢，我们非常多位。喂，插回啊，跟插秧无同款呢。哎，插秧你插过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我办呢。但我看过人家插秧。我小时候有去插过秧的，哎，他在我阿公吼，哎，有咧有种田，种田，哎，所以我们小时候有诶机器插秧，对，啊，插秧完之后呢，因为呢有个地方可能有不足的地方，对啊，你还可以去接过去咧，以前都是手工，纯手工在插秧，现在都是机器吧？没有，机器插完也有不足的地方啊，以前就有机器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记错了，不，以前有机器，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啊。以前就像阿公阿妈在田里面插秧啊。不啦，伊机器嘛是有无够的时候才插的。人力插秧是因为边啊无够，因为它有机器会不足的地方啊，这个角落边边角角有没有？大得争取赶快艺术。对，有角落会有边边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去补啊。去补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去补的时候就很少的地方能去补这样，对，然后脚进去都拔不起来，还蛮好玩的，好好玩哦。其实小时候小朋友还蛮可爱的，现在都没有这种体验了。没有，现在小朋友，哎，都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有点可怜哦，真的，现在小朋友都只有在家玩。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足古锥的呢，较早细汉其实无啥物好耍的，较早细汉妈妈拢叫你啥物，拢叫你出去耍，哦，出去耍，野脚，出去耍就足好坐好耍的呀，啊对啊对啊，出去探索。较早你敢捌去讲的啥物？我记起较早细汉，阮爸爸阮常去耍啥物啊？钓四卡。哦，四卡。吼啊阿爸吼，钓四卡。我是罐头狗。罐头狗。所以讲你捌钓过四卡啊无？四卡我会怕啊，我不喜欢戏卡，我就是我爸爸教我害的啦。我即马足惊啥物，你知无？蝴蝶戏卡安尼。大温啊！大温啊！我爸爸吼，我拢骑脚踏车，我爸爸拢叫我载迄个，嘿，迄个篮仔内底载迄个无用的奶粉罐内底底规罐的大温啊！啊，恶心啊！结果我车全叫倒去，迄规罐的大温啊，全倒到规迄个涂骹拢蚯蚓。啊，要安怎？所以我即马就足惊蚯蚓的。所以你有遐蚯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倒到规头骹，我较早袂惊，伊倒到规头骹，我看一个惊着，即马我足惊蚯蚓。伊涂骹拢是。哎，真的会啊！较早袂惊，是因为伊倒到规头骹了，我即马足惊蚯蚓。对啊，阮姐姐嘛是啊，伊细汉拢去抓蝴蝶，跟大汉了对。蝴蝶就恐惧，现在就惊，对，看到蝴蝶就不行。啊，我较早才趣味的呢，对啊，我较早摕迄狗啊吼，童年啊，去钓四卡啊，哦，就趣味啊。现在哦，现在已经现在的童年好像小朋友拢是生啥物，人手一机，对啦，好，大概除了俩人手两机，对啊，一个手机啊，搁一个平板，对啊，啊不就是芭比娃娃啊，玩遥控汽车啊。哇，现在小朋友好幸福，真的，真的哈。来，阿公公静静哈，咱是过年的关乡呢，为着给嘛感恩，过来甲带动安排一首。爱到底分内底。哦，这像慧玲的歌曲，继续不介好曲哈，来，听众购买，爱到底分内底，来安排这首像慧玲的歌曲。
两三一起蹦，却不能三蹦，然后做听课，天天都可以过得非常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